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声音有吗？有，可以。平安，听到。你们看到后面这张图是 Yosemite， 是我大概十年前在那边照的。那我想今天的经文就是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。那我们一起读啊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我们必如鹰，必重新得力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在这个山谷里面，那只鹰展翅上腾，在翱翔于这个整个好美的一个优山美地地方。我想这段经文其实是在以赛亚书讲到，当时他们被掳之后，是有七十年的时间被没有自由，或者说在这个管辖之下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到迦南美地这个应许之地。那他们要奔跑了，那他们要行走了，他们也可能会疲乏困倦。这么久的困扰，在七十年的困扰，他们终于可以能够得到了。但是这边就讲这一段经文，其实不只是这一节圣经，而是前面有好几节圣经，从二十七节开始。二十七节，我们就叫雅各啊，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什么说我的身躯没有被查问呢？然后你且不知道，你且不听说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他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。那疲乏的他赐力量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然全然跌倒。那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就是刚刚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了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段经文其实人在被困住的时候，一直等候能够的释放，就像我们现在开始四十几个州将近都全部 reopen 了，在不同的 phase 中间，我们就问为什么我这么的久的时间，到底我们在困在家里面做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止住这个瘟疫呢？为什么不医治这个大地呢？那这边跟着就是神就告诉你，且不知道，你且不听见吗？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美意。刚刚我们唱了首诗歌，就讲到他的旨意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。其实这边就回到原来，在一切的事情是有神的美意。那首先这位神是怎么样神？他这位神是创造地极的主啊，他是有智慧来创造的，所以他又有智慧又有能力，他可以止住这个瘟疫，他也更让智慧让这个瘟疫不产生。他是有能力有智慧，而且他乐意帮助人。什么人呢？疲乏困倦的软弱的人，他都愿意帮助我们。这位创造主不但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也是我们人的主宰，而且乐意帮助我们。那跟着就讲到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人的有限会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会跌倒。就是我们人都是靠自己去努力奔跑走路，有一天我们都会软弱跌倒。那这边就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就是神会加给我们力量。那神既然是乐意加给我们力量，他要一件事情是我们仰望他，等候他。那个等候这个字好像是我们等候看日出，或者等候这个一件事情将要好的事情要来临了，等候这个黎明的来到。我们等候就是我们盼望，我们的仰望。所以我们走路走得很累，都可能垂头丧气，眼睛都向地上看。我们现在看到所有新闻几乎都没有好新闻，我们会疲乏困倦。但是这边叫我们等候，就是仰起脸来看，我们看看我的力量从何而来，从创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这边就叫我们要等候他。等候他什么呢？他的时间，他的方法，而且他的美意，他一定会在这个疫情中间，他有他的美意在里面。那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什么意思？其实那个老鹰
我前天才看到老鹰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它就定住在空中，都不用怎么花力量，翅膀说不用动，因为有气流有风带着它，它可以在绿风中间也漂流在这个高空中间。其实它一点力气都不用，只要展开翅膀。那翅膀展开要不要花力气？其实有气流扶着它，它等于浮在水面上或者浮在空气中间。这个就是靠神的力量，我们靠神的力量不会疲乏困倦，而且呢长翅上腾。这边讲的不单是浮在里边，而且上腾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从树顶或者从悬崖边界一展开翅膀，那个气流就把它带到高的地方。高的地方是我们的境界更高，我们的视野更广。其实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可以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，这种新的力量就是重新得力，是 renew our strength， 就是我们会疲乏困倦，但是忽然间他从上面来赐给我们的力量是让我们不再疲乏困倦，而且呢不但是如此，我们的整个境界我们的视野也改观了。我们相信这个疫情之后，神要用教会更多的传福音。各位不知道，想疫情若是今天就是马上没有了，完全消失了，我们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呢？很可能我们就大吃一顿，但是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去赶快这个推行幸福小组，我们能够传福音。所以神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，我们这两个月居家隔离是让我们好像是等候他，当时候一到了他就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，让我们看见更广。我们现在怎么看得更广呢？我们现在用 Zoom， 我们可以跟其他不同国家的他们都可以一起来，我们一起的敬拜。我们知道我们这晚上的这个悉尼加油站，我们也可以从各地方来，我们的主力学也从欧洲的乌克兰来，所以我们忽然间看见我们的视野，我们的接触的都不一样了。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所要的就是让我们等候耶和华。我们再读一遍啊，我们一起读啊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我们的天父，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你没有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靠自己我们会疲乏困倦，我们也会全然跌倒，但是你叫我们要等候你，要仰望你，要依靠你，我们的力量从你那边来。等候你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，像个新的衣服，新的能力，让我们不单是继续走下去，而且能够展翅上腾，境界更高，接触更多更广。你在我们生命中间都有个美意，你在教会中间更有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教会能够因着等候你，当疫情完了之后，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。但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祝福你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